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哦，这里怎么说？它做一个方程式 ，a 是什么数？有理数 ，a 是有理数。它说这个方程式在有根号情况之下，它说可以解出一个正的有理根。换句话说，虽然这个方程式的系数里面有根号，但是我解出来根里面会有一个是有理根，好不好？有什么有有理根？有没有根号？没有。所以说我去设。正的有理根，好不好？把正圈起来，好不好？正的正有理根为多少？我直接假设它是几？它是阿尔法，行不行？既然注意听，阿尔法是根，根有什么特性？根有什么特性？换句话说，注意听，把 x 用阿尔法代下去，代下又等于几？零，对吧？什么叫根？根就答案嘛。就要在 x 平方减 3x 加2等于 0， 它 x 算出来是1或是几？ 2， 还有几个根？两个根。不管用一代还是用二代， 1减3加2等于几？ 0。 用二代4减6加2也等于几？ 0 嘛。所以根有什么特性？把 x 用几代？阿尔法代。代进去是阿尔法平方，减掉 x 用几代？阿尔法代，好不好？老师直接把阿尔法乘开，好不好？阿尔法乘 2， 2阿尔法。阿尔法乘它 ，a 阿尔法乘上根号三，但负负得正，加上 a 阿尔法乘上根号三，减三加上二根号三等于几？零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所以说我 x 直接用起来，用阿尔法带进来，行不行？所以变阿尔法平方，把这阿尔法乘进去是二阿尔法，把阿尔法乘进去是几 ？a 阿尔法乘上根号三，我直接把去掉负号，行不行？变负的加上。a 阿尔法乘上根号三，减三加二根号三等于几？零。写到这边之后，因为 a 和阿尔法都什么数？有理数，所以说这一天今天有根号就有谁？只有根号三而已。所以说把有根号和有根号在一起，没根号和没根号在一起，所以说真理得到多少？啊，得到没根号的地方是几？阿尔法平方减二阿尔法减三，加上有根号的地方提出根号三，行不行？提出根号三变 a 阿尔法加二乘上根号三等于几？零。告诉我，注意听，他说这两相加是零，可见这边是几？零，而且这边是几？零。所以说，老师可以推的一个现象，什么现象？可见阿尔法平方减二阿尔法减三等于几？零。可见的 a 阿尔法加二也会等于几？零，写到这边时老师不啰嗦，可不可以因此分解？可以，阿尔法减三，阿尔法加一，好不好？心算，算出来阿尔法自己三或多少？负一。但是注意听，题目强调阿尔法是正的有理根，所以负二行吗？不行，所以阿尔法是几？三。阿尔法是三，就把阿尔法带进来，行不行 ？a 乘三，三 a 加二等于零。所以说，麻烦你一件事情，把加一乖减二。算出来 a 是几？负的三分之二，可不可以？配合把这边看一下，好不好？